我们今天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，因为其实就是要多看，而且我们五个很少一起看舞台剧，觉得今天就是演戏可以在舞台剧中学到很多的东西，而且今天有我们好朋友就是纳豆哥，所以我们现在对今天来看他表演。今天衣服上面是有什么特别？今天的衣服哦，我们秋冬的概念，就是我们黑白很酷的感觉。对。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其实那照片都是很久以前，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男朋友。然后，而且我当初在无名，其实照片也都是有锁起来的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他会对那么恶意的去散播，他甚至就是还给媒体下了一个这个标题。然后其实我就觉得，就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家人，就是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对，就是还是希望就公司会积极的处理，然后就希望赶快找到那个人，然后想要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，然后不要再这样子伤害别人了。有啊，其实我们当初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其实这不是他的错，对啊，因为这是那时候也是交友是正常的，就是范围，然后我们是觉得那个人真的蛮……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去相信就是大家说的那一件事情，而是要去踏伐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因为其实不只是对庭轩造成很多的影响，就是我也不希望他去再伤害别人了，对，希望大家不要去正，就是反而去支持这件事情，对对。